战争之矛，和平之盾，兵器世界，观古论今。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专家，邵永林老师、白梦辰老师，欢迎二位。2022年2月24号，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在这场震惊世界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当中，首先登场的正是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精确制导武器。而在俄乌两国的持续交火当中，双方互相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了乌克兰军队的军事基础设施、防空设施、军用机场和航空部队。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24日当天，俄军共向乌军目标发射了160多枚导弹，其中就包括俄军现役主力战术弹道导弹系统伊斯坎德尔 M。 一套完整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包含发射车、弹药车、信息处理车、维护保障车和指挥车等6种不同的车辆，其中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 9M723 战术弹道导弹，从行军状态到发射导弹的准备时间为16分钟。 9M723 战术弹道导弹使用固体燃料，最大射程可达5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可达6至7马赫，飞行高度6至50千米。在执行常规作战任务时，伊斯坎德尔不仅可以打击对方的防空系统、导弹防御系统、指挥部和通信中心，还可以摧毁其部队装备集结地、战术导弹系统以及仓库、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此外，伊斯坎德尔还可以快速完成发射操作，这也降低了导弹被拦截的概率。2022年3月初，一组在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伊斯坎德尔系统使用的弹道导弹还配备了诱饵弹。据称，这些诱饵弹装在 9M723 导弹尾部的6个圆形发射管内，可根据事先设定的程序在导弹飞行过程中释放。诱饵弹通过反射雷达波和产生红外信号来迷惑敌方的反导系统，还能通过雷达干扰机实施主动干扰。2022年3月25日，俄罗斯国防部称，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摧毁了乌克兰境内一处外国雇佣军的训练基地。好，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作为俄军主力战术弹道导弹的伊斯坎德尔 M。 可以说呢，从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一天起，伊斯坎德尔 M 就是俄军远程精确打击的主力啊。不知道邵老师对他这次的作战怎么看？第一天好像就用了差不多100枚，确实是主力。其实伊斯坎德尔 M 呢，大家对它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这么多年俄罗斯经常说，哎，要把它部署在加里宁格勒，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一块飞地嘛，就是每当和欧洲关系紧张的时候呢，往往就会提到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射程呢大概是480公里，就是不到500公里，主要是为了当时的这个中导条约，为了遵守中导条约的限制，就是不能射程不能超过500，战斗部的重量呢也不能超过500公斤。当然它有很多的优点了，比如说它可以无依托发射，就是我们说这个弹道导弹的机动发射往往是依托一个预设阵地的，就是你事先有那么几个阵地，然后我选一个。伊斯坎德尔 M 呢可以随机，我走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所以我觉得它能够使用的比较多，这也是一个优势，就是它不太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它的突防性能很好。俄罗斯人把它叫做小白羊，就是说它有相当于白羊 M 的那种突防能力，那种机动性。而且战斗部呢也多种多样，就是可以打各种目标，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伊斯坎德尔 M 确实是它的一款利器。那这次在实战当中它的精度表现如何呢？其实理论上呢它的精度呢可以达到1位数，
也有说什么六米、什么三米，就说它可以和美国的战术战斧达到一定的水平。实际上就是这种特别好的精度，它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那这次我们看在俄乌冲突当中使用呢，就是有的时候打的也不是很准，这个可能也和战场环境和对方是不是用了一些干扰，或者说它的情报获取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且我们要知道，弹道导弹的精度一定是比不上巡航导弹的。其实刚才邵老师也讲了，伊斯坎德尔它作为一款弹道导弹来讲，它的性能很好，那么代价是什么？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每个旅12部发射车，那么每个旅大概最基本的备弹就是48枚嘛，因为它两枚发射，两枚在弹药车上面，就你可以算得出来，它这4到6个旅一共带多少弹。那么在俄罗斯的陆军操点里面呢，它其实伊斯坎德尔的一个旅大概在1个小时里面就是打40到60个目标，这到极限了。它本来也不是一个应该就是什么样的目标都由它来打的这么一种武器，它就是应该是一个高价值的高交换比这么一款武器。在俄乌冲突当中啊，乌军也同样使用了一款战术弹道导弹，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是乌军手中为数不多的有效打击武器。原点导弹系统是苏联于上世纪60年代研制的第二代近程战术地对地弹道导弹，由科洛姆纳机械设计局研发，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测试，1975年装备部队，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又推出了改进型的原点 U， 将其射程提高到120千米。同时对它的惯性制导系统进行了改进，原概率误差提高到95米以内。作为一种机动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原点 U 采用了布良斯克汽车制造厂生产的2期轮式底盘发射车，每辆发射车携带有一枚 9M791 弹道导弹，该弹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发射重量为2010千克，战斗部重约482千克。常规战斗部主要包括高爆、子母弹两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在俄乌冲突中使用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摧毁了大量乌军原点 U 发射车和导弹库。2022年3月24日，乌克兰海军声称使用原点 U 弹道导弹击毁了俄军停泊在别尔江斯克港口的一艘鳄鱼级大型登陆舰。视频显示，被击中的登陆舰燃起大火，停泊在附近的另外两艘俄军登陆舰紧急驶离港口。好，刚才的短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乌克兰军队也在这次俄乌冲突当中动用了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在两位老师看来，原点 U 在技术上目前处于什么水平？其实我觉得原点 U 应该说也不算落后，它应该算是第三代的战役战术导弹。第二代就是原点 U， 其实是原点的一个改进型。你从它的精度啊，从它这种弹头的种类的多样化来讲，我觉得它的性能也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对乌克兰军队来说，这个应该说是它唯一的一个就是可以打得比较远的这种作战手段。原点 U 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头体不分。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好像弹道导弹到一定程度，那个燃料烧完了之后，那个就脱落了，然后只剩下一个弹头。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它是头体不分的，所以说到了末端，即使是被拦截了，它也还是具有一定的杀伤破坏力，特别是它使用了子母弹。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呢，乌克兰发射原点 U， 有好几次其实已经被俄罗斯成功的拦截了，但是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伤，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是提高了它的杀伤力。那现在来看呢，就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原点 U 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数量呢不多，因为毕竟分家的时候它大概分了120枚，但是这么多年它又用来打击这个乌东的这种民兵组织，所以现在可能它的原点 U 大概也就剩下了几十枚了。
这样对它后续的使用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俄罗斯方面相对来说可能就数量充足一点，所以原点优实际上在这次军事行动当中还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无论是对乌克兰还是对俄罗斯。有人说原点优呢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的爷爷辈儿啊，就是这么一款这个老式导弹击毁了俄军一艘登陆舰。有消息称呢，这个是历史上首艘在实战当中被弹道导弹击毁的军舰啊。我不知道孟晨能不能帮我们详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我个人的看法呢，原点优的精度不足以直接命中舰体本身啊，因为它的这个就是最大射程的远近误差大概50米。那么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款，就是我们说它叫墨级嘛，墨级的登陆舰其实整个尺寸并不大，但是呢，就像刚才邵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原点优它有子母弹，或者说我们说它其实是极速战斗部。那么俄罗斯，你像它圣彼得堡的这个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的博物馆里有它的弹头，我还真正看过这个弹头。它这个弹头呢叫9N123，一个是9N123F，一个9N123K。那么这两种弹头呢，它在攻击目标之前都会尽量的把弹体调成跟地面垂直90度。然后呢，9N123的 F 型，大概爆高20米，它在空中会抛大概14500个破片，然后这个弹头在空中转一下，那么大概能够覆盖下面差不多3公顷。1公顷是10000平米嘛，3公顷的范围。那么9N123的这个 K 型就更厉害一点，它的爆高更高，据说能到大概几公里的高度，2000多米。那么它在空中呢是抛洒50个子弹头，每一个子弹头里面带316个破片，然后带1.5公斤的战斗部，它一次引爆之后覆盖7公顷的面积，所以这个弹在空中会造成一个很大范围的杀伤。那么俄军也好，包括乌克兰方面，其实推测很有可能是原点优在空中引爆之后的子弹击中了这个登陆艇上面携带的弹药，最后导致它爆炸沉没，成了殉爆。对，所以它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直接引导打中了它，它其实是等于在这个区域之内的所有目标，包括它的舰艇，可能还不止一艘，都受到了损伤。好，在下一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做进一步的探讨。讨论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短片。自2022年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空天军出动了大量强击机、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对乌军的指挥部、弹药库、通信节点和防空系统等目标进行打击。随后部分欧洲国家对乌克兰进行了军事援助，来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方面的空袭。作为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大量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被提供给乌克兰。FIM-92 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于1981年投入服役，至今已经过数次升级改进。该导弹长1.52米，直径70毫米，带有发射管和一体式瞄准器，配备握把和敌我识别天线。弹头包含一个可以在发射17秒后起作用的自毁计时器。毒刺采用的2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将导弹加速至2.54马赫，最大射高3800米，最大射程4800米。不同于毒刺导弹所使用的被动红外制导模式，星光导弹采用了激光架束制导。星光导弹的战斗部非常特殊，由3枚钨合金制成的子弹头组成，每个子弹头就像是一枚小型导弹，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可根据目标信息调整飞行轨道。星光的发射装置上有一套激光器，向前方不同角度发射不同编码的激光束，构成一个2维矩阵。导弹通过尾部的接收器收到激光编码，从而知道自己在这组激光束中的位置，然后自动调整飞行。这样的方式很难受到外部红外干扰和无线电干扰。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该导弹的有效作战距离为300米至7000米。此次冲突中，乌军利用北约国家提供的美制毒刺、英制星光、法制西北风、波兰制闪电等便携式防空导弹，
击落了数架俄军直升机和固定翼战机。这个环节来到演播室的两位专家杜文龙老师、邵永玲老师，欢迎两位。刚才短片当中介绍了俄乌冲突里面啊，这个乌克兰方面使用的具有代表性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单兵的防空导弹大概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以前认为的这种武器装备都是一些小枪小炮，只能小打小闹，但是没想搞出很大的动静。你像俄罗斯空天部队的像米八、米幺七、米两四，包括它的米两八、卡五二，另外像它的苏三四、这个苏两五和苏两四都被击落过。总的判断呢，这类武器装备不太好防御。像固定翼作战飞机，像苏三四、这个苏两四，包括苏两五，按说应该是皮糙肉厚，但是呢，由于炸弹不行，它扔铁炸弹没有制导，它只能够凌空轰炸，这样必须降低高度。如果想把目标炸准，必须按照预定航线固定进入。这样给对方的打击行动创造很好的条件，因为现在呢，由于直升机飞行高度比较低，我们看很多视频是擦着这个树梢飞行，那这个高度正好是各类轻型防空武器装备的最佳射击距离。这些武器装备呢，往往可以对于活动部位，比如围桨啊、主旋翼啊，构成比较大的毁伤。再加上几公斤的战斗部，它比那之前贯穿的炮弹相比要威力大得多。只要一发命中，基本上可以构成发动机损毁，或者是机体结构的重大变化，构成整个飞行系统失稳失衡，最终呢坠落到地面。另外，这些武器装备呢，你看它很小，一个人扛着到处瞎跑啊。对，在某一个点位固定发射、隐蔽发射，你很难找，因为这个蹲起来，把这个导弹竖起，它就是目标。如果潜伏或者是在其他状态，你就很难发现、很难识别、很难辨别。这个状态下呢，就给很多的发现、识别、摧毁带来比较大的困难。所以这种所谓的暗算，对于各类目标有比较大的毁伤效果。所以在战场上呢，我们频繁的会听到啊，这种单兵式的便携防空导弹呢，会取得一些战绩啊，但是和它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啊。邵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单兵式防空导弹的这个作战效能多少还是有一点夸大。那么整个在冲突期间，其实俄罗斯被各种原因吧，包括自己掉下来的直升机，其实呢并不算太多。这个里边呢是比较小的一个部分是便携式防空导弹打下来的，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损毁。其实俄罗斯也想了很多招，比如说它可以用这个红外啊、激光这个干扰机，对于这种红外和激光制导的这种肩扛式防空导弹，它也可以形成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抵消。另外我还看到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卡五二啊，它发射火箭弹很有意思，它是仰起来，就是打的这个角度比较高，说为什么要打这个比较高的角度，就这样的话火箭弹可以飞得更远，那它飞得远的话呢，直升机就可以离目标远一点，这样的话呢，那个便携式防空导弹可能就打不到它。而且呢，它在发射火箭弹的同时，它会发射这个红外干扰弹，这样的话呢，也增强了它的生存概率。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其实也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应对这种肩扛式的防空导弹。所以根据二位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呢，它主要进攻低空低速而且肉眼可见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使用的中远程防空导弹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2022年4月下旬，乌克兰媒体放出了一段乌军使用山猫举 M1 防空系统击落了俄军苏三四战机的视频。该视频显示，乌军操作员在捕捉到对方信号后发射了两枚导弹，随即俄军战机失去控制，尾旋后坠毁。本次冲突中，俄乌双方所使用的中程防空导弹均以山猫举导弹系统为主。乌军装备的山猫举是较早型号的山猫举 M1，发射 9M38 防空导弹时，最大射程约30千米，而俄军装备的则是改进型的山猫举 M2 和山猫举 M3。山猫举 M2 发射 9M317 防空导弹时，最大射程可达50千米。山猫举 M3 是山猫举家族的最新型号，在发射 9R31M 防空导弹时，最大射程可达70千米，B
并且将四联装导弹发射架换成了六联装发射筒。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俄乌双方所使用的中程防空系统，在这些武器当中啊，对方呢对于彼此的这个山毛榉啊，采取了各种打击方式。那么想问问两位老师对此怎么看，杜老师？如果能够用防空武器装备，布下一个机动的火力的迷魂阵，这样呢，对方的各种作战飞机，在攻击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比较大的威胁。因为他的作战行动是在乌克兰境内，这样乌克兰本土部署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雷达系统，它可以联网。你比如说，从哪个方向进入，在哪个方向有可能会建立攻击航线、投弹，这个是固定的。之所以用中程武器装备能够打的这些高端战机，我想呢，跟这些战机的飞行环境密切相关。如果就在航线上设伏，或者是在主要攻击目标周边等待，这个点位呢，它的伏击概率比较高。另外是连射，可以多发齐射，这样对目标的毁伤效果也可以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总之呢，这种武器装备，射程啊，包括机动能力，比之前的装备要好一些。这样它在每个点位上停顿时间似乎是捉摸不定，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可能每个小时的阵位都不一样。这样它的火力范围，包括打击效果也会显著提高。所以山毛榉呢就成了对手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啊，而且也在对方的这个无人机包括武装直升机的打击下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杜凤龙老师、邵永宁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